经归尽几日，这个苦境来无人回境，也是无钱归来，真正上了有吃了就对了。生意也担心无人的相信，当然咯、哦，苦境来呢，贵咸水一定爱个探听起来。生意对苦境确实真有质量。无法度，什么人叫我今嘛？也无法度转到天皇帝的弟弟，师尊不准我出门，只好在这望梅止渴，干大人呐、啊。圣旨放心，我会相信你自己。可看哪讲，嘛是我会真非常甘心，无亲像我的师尊。无亲像你的师尊安怎？母亲像我的师尊吼，对我真关心啦，惊我寒，惊我热，惊我功夫未妨碍去考级，会去用修理。生意真正长大了，早就大真久啊啦，大家师傅你都唔知呢呢。徒弟，是，忽悠这个。确实不用。哦，看来你徒弟生在此日，尚有一段时日。明说出孤独，多闻洪洪明的名号，绝非容得。这难得以地官无，我不是上高，每一回拢是棘手的问题。无人回敬对你。算是难敌吗？难啊！要求人的方便，但我的表现，那又是难啊！我不定罪，专记亲力，心思也是在乎有。现在我也尽力，无人恢复将近七成，只差最后一笔，哪一笔？让我吃的，不用了。我和你最近还手将近，也是卖让你入心。哦，何有此为悔？今日密轮烟枪，我和两笔也亲眼目睹。当年好不容易暗部小声入家下令群众，如今再受涌动，恐怕数不顺雄。下令再出。我也心感意外，不知此去苦境为何？苦境如今降到新州轻微，下令再出，想必是预测有关。何有行为密境降轮？这战事你是非力不可。红尘江塔，清寒欲救。也该是我会发挥极时，我最不愿处理会下激情，当年的悲剧，我不想再见。无说是好事，无说就不怕事。好友，杜文一在你背后，也必支持你。现在你回敬我。祸害无边，欲生还民，前程如梦，一尽由人。天从日落。